其实他们的事被郭大人识破了，这好像与我无关吧？嗯，是是是是。嗯，那个大鼻子爱上了青楼女子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也与我无关吧？对，没错。我想你也看得出来，我不是有心想戳穿他的好事，对吧？哎，是是是是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也脱不了干系了。哎呀。要是说我错了嘛，我也不是全错，要让我道歉嘛，又有失我的身份。哎呀，真气死人了。嗯，又想干什么呀你？吓着你了？你还在跪着呢啊？难道我在睡觉啊？还有谁比你心肠更歹毒啊？一天到晚搞风搞雨，拆散我跟落霞，你这个害人精、扫把星、蜘蛛精、那个白骨精！你起来了，有种你不要跪呀！你起来骂我呀！你一起来我就去告诉你爹，我说你没跪！你这个胆小鬼，你早该遭此一劫了，这是你的报应啊！哎，哎。老夫今天很高兴啊，我汾阳王府终于选出了一位有勇有谋的世子啊。果干，从今往后你是我们郭家的继承人了，你要把我们郭家忠肝义胆、精忠报国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。孩儿知道。这是郭家世子的信物，你务必好好保管。是。今天可真是个大喜的日子，老爷，我真替你高兴啊。郭干，你要好好的向你爹学习，一定不要辜负他呀。孩儿谨遵娘亲教诲。有你当世子，娘亲也就放心了。如果这把金刀所托非人的话，那郭家的前程就不堪设想了。好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慢点慢点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放这放这。二少爷，送给您的。哦，哎呦，哎，老爷，朝中的大臣派人来送礼，哎，祝贺我们选出世子啊！多谢多谢，阿福，你去照看一下。好嘞好嘞好嘞，好好好。哎呦，你好！小人受太师之命前来送礼啊，我替老爷谢了，喝杯茶再走吧。不不不，告辞了啊，走好啊。二少爷，您看，太师也送礼了。哎呦，喂喂喂喂喂，你不是群芳阁的龟公张三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张三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太师府家的家丁，你认错人了你。喂喂，哎，太师府送的。好东西。嗯，相公，太师傅给你送什么东西啊？给我看嘛。一头普通的白羽老虎，很普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好多礼物啊！我到那边去啊。好开心。你去哪儿啊？哎呀，你不好好跪着管我干什么呀？喂喂喂，不是吧？刚才我看见群芳阁的张三来过，你不会是去那边吧？喂，你小心点呐，
你看到我的下场了，后果很严重的世子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但是今天晚上我要不去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红颜祸水呀！你别放。哎，就知道鬼鬼祟祟的，不干好事。哎，二嫂，走开，走开！死了，救人要紧呢。相公，你干什么？哎，来人，给我送干什么？快来人，快来人！哎，奶奶嘛，不行啊，我今天有事，我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我别，你看你，我哎，哎，不，你来干什么？二嫂，上来啦！啊，走。冷静点，冷静点！怎么？冷静！我那边出不去，这边，这边。你老婆，二嫂，别，这是误会，误会！队长，我爸爸！这不郭家二公子吗？二哥。走开！扶回去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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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爷，王爷，喜事，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什么喜事啊？郭家世子郭干出了天大的丑闻呐！什么丑闻？喜事的，快点说！郭干去妓院嫖妓，被他的老婆追了上去，吓得他呀从二楼掉到街上，哎，把腿都给跌瘸了。真的，真的。笑够了没有？现在不是笑的时候，是干正经事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可是王爷，什么是正经事啊？笨蛋，当然是。把这个丑事呢，尽快传出去啊！哦。老婆，他的气息已经调整过来，休养一段时间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。哎，我担心他的腿。他的腿已经断了，我虽然已经给他做了接骨，但是康复以后恐怕也会一瘸一拐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阿福，送大夫。是。这个郭干一点都不知道自爱。枉费老爷你对他的一番错爱，把世子之位交给他，你们看看，他一点都不争气呀。虽然呢，他是我弟弟，可是这次啊，我也是帮你不帮亲了。都有前车之鉴了，居然还要去拈花惹草。就是嘛，他自己受伤自食其果也就算了，哎，可他连累到我们郭家颜面无存，那才是大问题呀。话不能这么说啊。妓院也不完全是三教九流啊！给我闭嘴！里面有很多人是卖艺不卖身呐，有的唱戏的、玩音乐的，也不知道多专业呀。况且二哥跟紫娟可能是真心相爱。说够了没有啊？啊！家里接连出了两桩丑事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，还不到院子里给我跪着去！跪好。回来了，刘少爷。
回来就回来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，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大鼻子没有耐性，跪了半天你还不是溜出去了吗？还说什么坚定啊决心啊，哼，呸呸呸呸呸，你懂个屁啊，山鸡，我不是逼不得已去救我二哥，我也不会起来了。好啊，那你跪啊，你还不跪啊，你跪啊。跪？为什么不跪？我现在就跪。还不走？你不疼？为什么要疼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吃剩下的菠萝皮。垫着挺舒服的，还有没有啊？再拿点啊。你等一下啊。不需要这么多啊。公主啊，哎呀，酒精，酒精啊，你吃面吃得很响亮啊。是吗？你回到宫里千万不要这样吃啊。好了好了，吃面就得这样吃才有味道嘛，我才会觉得我是真正的在生活嘛，你明不明白？你来点吗？小二哥，再来碗阳春面。好嘞。公主啊，陈少棠早就离开汾阳王府了，下落不明，我们也应该回宫了吧，我怕皇上早晚会发现的。哎呀，你别担心，祥公公和星木会为我们掩护的嘛，他那么聪明，自会有办法的。总之呢，一天找不到陈少棠，我就一天不回宫。你要是想知道陈少棠的下落，只有问郭爱喽。我才不问他呢，而且我还要看看那个大头鬼到底要跪到什么时候，看他有什么惨不忍睹的下场。哎，人家跪了那么久还不惨啊？不惨，最好下一场大雨，狠狠地淋死他，然后再打一个响雷，狠狠地劈死他。竟然真的打雷了！这么巧啊！天上居然掉下这个东西来啊！哎呀，多谢啊老天爷，让我挡风挡雨啊！要谢就谢我好了，那是我给你的。你怎么会来啊？六少爷，郭大哥，其实啊，我对你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也深深地感受到你对爱情的坚定和决心，所以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子汉，大丈夫。你现在才发现我的好，晚了，没你的份了。哦，一点也不晚呢，我知道你懂爱，你会了解相思之苦，所以你一定会告诉我陈少棠在哪儿，让我知道他的下落。讲来讲去还是为了陈少棠。走吧，我不需要了。哎，你有种，你有种就永远也不要说出来，我一定会跟你没完没了的。你这个大鼻子，淋死你算了。哼。确有其事。没错。皇上驾到！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众爱卿，免礼平身。谢皇上。众爱卿，今天有何事禀奏啊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有一事请求，
想请皇上恩准。皇叔有何事相求，请讲吧。皇上，臣想请皇上传召御医为汾阳王的二公子医病。嗯，多谢晋王操心了。回皇上，微臣二公子只是小病，并无大碍，无需传召御医兴师动众。哎，郭家公子有病，那就等于有损朕的朝廷栋梁，朕一定要关心。怪卿，你家公子害的什么病啊？小儿他……哎呀，汾阳王在皇上面前有话你就直说嘛，何必吞吞吐吐呢？皇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汾阳王的二公子到京城有名的妓院群芳阁寻欢作乐，谁知他意外坠楼，从二楼掉到了街上，成了瘸子呀。啊，怪卿，有这等事？是微臣教儿不善。皇上，微臣回去定好好督促小儿，以后要他行为检点。哎，怪卿，那世子一事是不是得重新考虑啊？哎，皇上，你说的是啊，总不见得让一个瘸子做郭家的世子吧？那可是贻笑大方啊。谢皇上关爱，也谢谢晋王对我们郭家的操心。蒙皇上的鸿福，微臣膝下有众多的儿子，世子之事微臣一定尽力办妥。好，那朕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哼，哎，没想到啊，郭爱卿平日是个不苟言笑、家教森严之人，居然调教出这样的儿子，真是丢尽了脸呐。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像皇上这么威严稳重的，你看把所有的皇子和公主教得那么出色，我看呐，所有的父亲都应该向皇上学一学。爱妃，你又逗朕开心呐。哎，爱妃啊，什么时候再让朕当父亲呢？哎呦，皇上。嗯，相公公啊，哎，奴才参见皇上，参见宝妃娘娘。你远远的看见皇上和本宫掉头就走，是否在回避我们呀？不，哎，奴才哪敢呢？只是奴才刚才在前面没看见皇上和宝贵妃，要是奴才看见的话，奴才一定来请安的。嗯，亮太也没那个胆子，下去吧。哎，谢皇上。且慢啊，皇上啊，臣妾很久没有探望生平，很是挂念他。不知道他的病好点了没有？我想我们一块到凝霜宫去看看他吧。还是爱妃想得周到，朕也很惦念他。哎呀，现在去吧。好啊。啊？皇上。皇儿，朕来看你了。哎呦，皇上娘娘，你们万万不能进去啊！大胆奴才，难道你要挡住皇上的路吗？哎呦，奴才不敢，可奴才不敢。难道寝宫里有什么古怪，不能让皇上看吗？啊！哎呦，回娘娘，这寝宫里没什么古怪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奴才为皇上和宝妃娘娘的圣体着想，才会大胆阻拦的。因为这个公主长了一个更大更毒的毒疮。皇儿又长毒疮了？哎呦，是啊，奴才是生怕吓到皇上和宝妃娘娘。胡说八道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朕乃一朝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更何况皇儿是朕的宝贝心肝，朕一定得去看他。那咱们进去吧。哎呦，皇儿啊，父皇来看你了。那个皇上，公主已经睡了，还是请皇上和宝妃娘娘先回宫休息吧。
公主，你父皇和本宫来看你了，你还不赶快起来迎接？娘娘，万万不可呀，不可呀！怎么，你又想阻拦本宫？奴才不敢，只是生怕这大毒疮会传染给您。传染？啊，服侍过公主的几位宫女，个个都被传染了，这脸上还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，彻底毁容了。真的？但是，本宫还是很担心公主。紫兰，你去看看公主的毒疮是否很厉害。去啊！是。好好照顾公主，让她按时吃药。谨遵圣命。朕改日再来看她。奴才恭送皇上和宝妃娘娘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呦，好在脖子还在。人头还在，这人头啊，指不定什么时候搬家呢。相公公，这公主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很好啊，腰杆挺得很直。不错，知不知关你什么事？滚开吧，倒霉鬼！大鼻子，你不要这么凶嘛。你知道吗？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因为你已经跪了一天一夜了。不过呢，你还有两天两夜要跪呢。不要吵着我啊！我看到你就讨厌，走远点。我已经跪了一天一夜了，真爱无罪，跪的有理。为了证明我的坚定和决心，我会一直跪下去的。接着跪吧，国要老成持重，是个担当世子之位的人。老爷说的是啊，大公子是不会辜负老爷的期望的。就好好的跪着吧，大鼻子。你干什么？你讨厌鬼，讨厌鬼！我当世子了？是啊是啊，听说让你当世子了。真的让我当世子了？我当世子了，我当世子了。快起来呀，你爹都不理你了还不赶快起来，你的膝盖会受不了的，快起来吧。你看你那么瘦，还有啊，你的鼻子那么大，快起来呀。别白费心机了，搞那么多小动作。我不会理你的，我会坚持跪下去。起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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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，起来！我是世子啊，我是世子啊！我是世子，我是世子，我是世子！你不是跟我哥合谋骗我起来吗？我是世子，我是世子，别拦着我！我是世子，当然不是骗你的，你看他疯了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走走走！我是世子，我是世子，谁敢拦我？我是世子，他是不是发神经病了？我是世子。郭大人，令公子精神受到了刺激，心脉紊乱，患上了急性失心疯啊，恐怕要休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。那你说要多长时间呢？三天。
3个月，甚至是3年呢，这也说不准呢。哎，那就有劳你了，阿福，宋大夫，是老爷。哎，您请。国药啊，不就是个世子之位吗？你何苦这么伤心呢？啊！人生在世，能够和自己最爱的人白头到老，才是最幸福的吗？钱财权势，过眼烟云而已，何必呢？就是啊，你呀，就该听听他。呀呀！你不在院子里给我跪着，到这干什么？滚！早想通了，就不会搞成这样的下场啊。国熙呀，爹，爹就只有靠你了。现在我决定将国家世子之位传给国熙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我是你讲什么讲啊？你不是世子吗？爹，孩儿，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。是是。好，好。你干什么啊？啊？啊，知道了，你当了世子了吗？快点回房锁好门呐！啊，喂，血滴下来了。哇！三哥，三哥，救命啊！来人呐！外卿，臣在。朕听说你家选世子一事发生了很多故事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啊？谢谢皇上关心。其实呢，微臣，哎呀，郭爱卿，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？跟朕讲，但说无妨吗？皇上，皇上，这汾阳王家中最近是多生事端呐，难免不知从何说起。还请皇上多加体谅。是不是遭受什么诅咒了？怎么每个儿子一当上世子啊，就遭受不测？哎，该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每个儿子都是我的心肝宝贝，现在只剩下郭魁、郭武、郭叔三个儿子，
是完整的了，我不想他们再遭受不测了。你别哭了，你急也没有用啊。欢迎老爷回来了。两天两夜了，我已经跪了两天两夜，今天是第三天了。回来了，别哭了。哼！哎呀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呀？啊，什么诅咒啊？那是迷信，无稽之谈。哼！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纯属意外，往后绝不会再发生了。啊！都给我振作起来！老爷，边疆送来急函一封。哦。老爷，是不是郭奎写来的信啊？他平安回来了吗？老爷。郭奎他为了赶紧回来，赶超近路，意外坠马，现在生死未卜。这可怎么好啊！老爷，扬州送来急件。又来一封。和一艘货船相撞，不幸沉船落水，只怕凶多吉少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好？疼人呐！我郭家除了郭爱，就剩下郭叔了。老天啊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自以忠肝义胆，心系朝廷，你为什么要折我郭氏一家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这究竟是怎么了？我郭子仪这么多儿子，竟然没有一个能当此重任呐！我整整跪了三天三夜了，爹。哦，你都跪了三天三夜了？哎呦，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，没想到你还真有毅力啊！你终于看到我的坚定和决心了。是啊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认同你了。你真的认同我？没错。来。我会尽我所能，发掘你身上所有的长处，让你成为独当一面的郭家世子。起来，快起来呀，起来！快起来！啊，你这个大头鬼，终于感动你爹了。啊，现在好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乖，你记住，你是世子，千万不要辜负爹的期望啊！
姑父，姑父。站住！不不，该死！我是世子啦！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哈哈，我是世子啦！哈哈，哇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为何偏偏选中我？哎，你爹都跟你说什么了？哎，你哭什么呀？是不是你爹成全你，让你跟洛霞成亲了，所以你太高兴、太激动了，就说不出话来了？断脚。石心芳，还有两个受伤，至今下落不明。郭爱卿，你们郭家难道是受了什么诅咒？人生本无常啊，坊间流传不过是风言风语啊。郭大人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呐。魏大人，从来谣言止于智者。禀皇上，老臣决定立六子郭爱为世子。汾阳王，素闻你们家的六公子那是手不能抬，肩不能挑啊，怎么能够上战场杀敌啊？哦，皇叔所言属实。当然了，沙场从军不能只凭匹夫之勇，当年项羽不落得个乌江自刎吗？可你们家那六公子既没有功名，又没有官职，在你们郭家也只不过做做收收田租的琐碎工作而已。小舟难以重载，嘿嘿，只怕是阴沟里会翻船哦。你，哎，皇叔所言有理，假如郭爱真的有什么闪失，岂不是有辱郭家的名声了？将门之后岂有庸才呀、啊、皇上不必多虑，玉不琢不成器，老夫已决定让犬儿入读上武堂，假以时日必成大器。嗯，好，既然郭爱卿有安排，那这就放心了。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快点快点。好，快坐下。王爷决定将我郭家世子之位传授给六子郭爱。爱儿，救命啊，救我呀。儿子，郭爱啊，你终于成为郭家的世子了。郭爱，快过来接受郭家世子的信物。这快过来呀、啊，快去呀！你去呀！来，快把金牌接下。爹，你是毁金牌吧？嗯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快收下呀！爹，我是为你的儿子坦白的讲，我天资愚钝，很不成才。我知道你恨铁不成钢，很失望，但是你也不要逼我呀，你再逼我，我就要去报官了啊。那郭蜀啊，你看一下，又机灵又长命，赶快赶快。哼，
我郭子仪说一不二，快把金牌接下。我接了，您就后悔了。哼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大将之才，做梦都没有想到要把金牌交给你。只是我郭子仪说话算话，绝不收回。拉着你，九心，阿东阿明在，把他的手给我摁住。你们别过来啊！别放手，把他的手拿过来。九心，快把他的手指头掰开，快点，快呀！不要啊！你快点！是，快掰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郭家的世子。阿福，九金，给我好好看护着他，不能让他受到半点伤害。是老爷。我不要做世子，我不要做世子。你给我闭嘴！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？去，把郭家世子训篇给我抄上100遍，以示惩戒。哼！老爷有命，少爷在日出之前必须抄写100遍郭家世子训篇，不得有误。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我这不正写着呢吗？九金，开始。是。夫世子者，立身扬名，